看看新闻网。8月13号，七夕情人节当天，刘涛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微博，附带一张女儿和儿子合拍的搞怪照片。微博称：“该回家回家，该换台换台，看天使大结局，不然变小恶魔抓你哦。”天使第二部除了展现出幸福的家庭生活，刘涛还不忘让观众们收看自己主演的电视剧《今夜天使降临》的大结局。不愧是事业家庭两手抓的高手啊！